了漂浮的屁股。对呀、啊，这样眼睛就不会用到水了。啊、哦，哇，你要撞到墙啦、啊，撞到铁达尼号了。哦，转弯。哦。还会划船呢，超酷的啦！近距离摄影，请问吴新义选手今天要游第几名呢？还没名啊？那我拍一下你的香港脚，怎么变老爷爷的脚？哦，踢踢踢！哦，对，往前，嘿，嘿，往前，没错。好，自己捡，加油！对，就是这样。这里叫江花，怎么又变这样？怎么江花变怪怪的？